2024年将是科学领域的重要一年，预计将有多项重大事件。首先 ，OpenAI 可能会发布更先进的人工智能模型 GPT， 而谷歌 DeepMind 的人工智能工具 AlphaFold 的新版本也将发布。此外，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将公布人工智能的国际监管指导方针。在天文领域，智利的维拉鲁宾天文台和西蒙斯天文台将开始运行，寻找新的瞬态现象和原始引力波。在生物科学领域，世界蚊子计划将开始量产抗病蚊子，而美国政府将资助下一代疫苗的试验。在航天领域， NASA 和中国都将进行重要的月球任务，而日本将进行火星卫星探测任务。在物理领域，科学家们可能会确定中微子的质量，并探测暗物质粒子轴子。在神经科学领域，科学家可能会对意识的神经基础有新的认识。在环保领域，国际法院可能会就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义务发表意见，联合国塑料条约的谈判也将结束。最后，在计算领域，欧洲和美国都将启动100亿次超级计算机。